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在纽约的 Penn Station， 要准备去 Boston。这一次要去 Boston 是因为我妈要去那边开会，然后我有点想陪她去，然后顺便就是也是去稍微晃晃，因为蛮久没有休假了。Boston 了，我们现在想先走去饭店 check in。哇，我们饭店外的 view 漂亮哦。今天来的这家叫 Atlantic Fish Company。就是跟我们住的蛮近的，想说赶快来一下。来自缅因州的那个生蚝，看起来好逼哦。好，开动。嗯，我们点的龙虾汤，还有这个是芦笋跟蟹肉。他很贴心，把汤 split the half。点了这个 pasta， 吃完饭来逛街咯。我们到了 Public Garden， 这边好漂亮哦。Boston 的地铁是两个方向， outbound 往外跟 inbound 往内。我们今天来的是哈佛这一区，坐了好久的地铁，但我们现在要先去找一个咖啡店喝咖啡。哇，这里很清幽耶，就是一个很美的 college town。 我点的是花马达，今天校园好像有活动哎，还蛮多人的，应该是那种新生的 orientation。这个好像是以前的校长，各位看他的鞋子，他的鞋子都已经磨光了。Harvard Art Museum 看。
看一下，听说还不错哦。马铃薯哎。蛮推荐这个 Art Museum 的，如果你们有来哈佛，可以顺便来这里逛逛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收藏品蛮多的。我们现在要准备走去那个河边的海鲜市场那边逛逛，刚刚从 Harvard 出来，我查到了这家咖啡的抹茶好像很厉害，想来顺便喝喝看。摇摇晃晃 ，Nice matcha。这里就是 Quincy Market， 到了。我们在 Quincy Market，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早餐都吃的有点太饱，然后刚刚又喝了那杯抹茶，所以我们应该没有打算要吃什么东西，就是来这边晃晃逛逛而已。虾虾，这好像嘎爪哦，蟑螂或什么的，这个是什么啊？为什么它会这样啊？我们要慢慢走到河边了，好多船哦。耶，你有发现吗？对啊，原本想来吃的是这一家，然后我们现在好像决定要去吃椰子鸡，好像是那个方向，就可以加自己想加的菜。椰肉，椰肉椰水，还点了一份干炒牛河，好大份哦。哦，椰子鸡，鸡还是生的哎，好酷哦。好饿哦，好饿哦！那个鸡应该要炖一会儿，对不对？它是全生的感觉。我们还点了一些配菜要加进去。甜甜又香香的，嗯、好厉害！汤就很好喝了。你在纽约没有吃？没有啊，就刚好就错过。嗯，鸡捞出来，要沾这个酱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早上来饭店附近的一个住宅区，要排一家咖啡，这家好像蛮有名的，很多人。这里的房子都超漂亮的，很像 Brooklyn 的房子。这家生意真的好好哦，我们刚走的时候又排了一长队，好像是在地人来的。加个蛋啊，这是我们买的 Everything Croissant， 它里面好像还加个不知道什么白色 cheese 哎，他们家的咖啡也蛮好喝的，赞，这家推荐。我们今天要去那个 Isabel Stewart Gardner Museum， 然后发现我们旁边有个市集耶，不过今天 Boston 下雨了，所以很可惜，而且又有点冷。好多新鲜的蔬菜跟水果。哦、oh, ，pumpkin season， 还蛮多人的。哇，好美哦！哦、oh, ，有点像 Christmas， 可是更漂亮。哇！
对 ，first room 就是 first floor， 然后 second floor， 然后 third floor。刚刚管理员北北还跟我说，这个是可以拉开的哦，全部都是他的收藏。这个女人也太有钱了吧，全是她的收藏品耶。我妈刚刚说她觉得这个女主人有一点乱买，那岂不是就跟你一样，小姐？这一间的壁纸是地毯那种质料耶，好惊人哦。小意大利，我想来吃这家很有名，但是排超多人啦。Clam Casino。各位，我们吃完了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觉得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我之后可能来 Boston 就不会再花时间排队，然后挤那么小的空间吃了。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好吃，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次这样子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龙虾面最推荐，墨鱼面有点味道不太够，然后扇贝我觉得偏普通，但拍照很好看。就这样结束。一个大家都在吃的三明治，哎，这么窄的巷子吗？这里吗？那再下去，我想要那个两个。刚吃饱，结果又买了面包。吃饱饭，决定来走走逛逛。这里就是 Stay House， 好漂亮。我们来到了 Beacon Hill， 这里的路都好有味道。点了 scone， 配我们的饮料。听说这个是 Boston 最漂亮的一条街，下雨天走这个石头真的是会摔死，所以我要走旁边。Is it love? Is it real? Oh baby, don't say you know.